视频的开始，我们一起来玩个小游戏吧，在评论区留下 QQ 号的后四位，据说就是你下个月的工资哦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位男子拿着大网正在沙滩上疯狂地捕捉海豹，锁定目标后用大网直接套在海豹的头上，这样海豹便无处可逃了。小伙伴们是不是有疑问，为什么要捕捉这些海豹呢？起初很多网友看到后还非常的愤愤不平，但是当了解事情的真相后便纷纷给男子点赞，并说道干得漂亮。原来呀，海豹被渔网给缠住了，为了解救它，男子不得不将其给抓住。我们可以看到渔网已经陷进海豹的皮肉里，只要每动一下伤口就会深一下，简直是触目惊心呀。于是男子二话不说就拿起工具开始解救。刚开始海豹非常的抗拒，睁着大大的眼睛惊慌地盯着男子，但是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明白男子是来解救自己的，于是就立马安分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动物是人们的朋友，当他们陷入危险时，小伙伴们要保证自身安全下施以援助之手哦。小伙伴们有救助哪一些动物呢？就在下方留言评论吧。